好，就用这套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只要哇，我该不要做这个恶心的东西吧？这不是冰喵他婆吗？冰喵婆，阿诺内，要一定要做吗？我可以放魔海女王吗？用魔法女王取代魔海女王取代？不要，她太丑了，不想做。啊，不行啊，不能做啦！做下去我就没有新版本，就没有 DLC 之后我就没有东西可以玩了。我的水会不够，我的水在哭泣。不行，再用卡那时候还没有出。这是什么？资本力量叫我抖内叫我做？你以为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这样就会做了吗？冰喵承认这是他婆，以后就改名成叫做无面大冰喵。我就做了，好，做了。感谢白鹰的抖内，谢谢。我觉得两张够啊。对啊，有人说两张够啊。哎，等等啊，所以我看一下哦，这个稳抽对不对？稳抽这个，嗯，然后五飞牌啊，那这个呢？魔力征服哦，稳抽超越哦，合理。那这个呢？稳抽法术哦，就是稳抽超越跟星移哦，这个就是稳抽超越跟星移哦，合理。那然后呢？那有松鼠，松鼠是单纯都铺垫吗？试试看，我不知道。我发现他很酷的，就是他低费选的很多，所以应该蛮好度过前期的，会比想象中。仙河再分子就表示只需要一千水哦，谢啦，告诉我这个情报，这个小诀窍呢？哎、欸，有这玩甲虫就真的遇到混沌巫师，然后我整个爆炸，因为我根本手中的树完全刷不了啊。欸、完全不知道怎么留牌哎、欸，哇哇，露妮不用留吧？还是露妮要当二费过牌？因为我现在没有法术啊，露妮无法做二费过牌，然后我二费也不会刷征服，我先换掉了。流度不好，那我现在的标题要改成就是用混沌巫师来打大赛了。好 ，OK。等等，先抽路。如果到时候真的可以开门，就是开门把他砸下去，然后空过，然后把他走头结束，是不是？听起来是这样。魔法图书馆。哎，我现在发现他会冲入你。哎，不对啊，对面是夜拉。哇，会不会有点哑背啊？我觉得要先绑管。要打满节奏吗？浪又出恩，有可能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东西可以解吗？嗯，算了，我先丢这个。至少我的混沌啊，对于耶拉来讲，也有可能可以动下节奏，他就一会儿不能补很多东西。然后等等的话，为了不要抽牌，我应该要去打掉一张怒尼，蛮、合理的一件事情。哦，超越进来了。应该有机会，有机会啊！我应该要多抽一张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会把枪打掉，然后不要留那一费，然后先射掉，然后就进化两张领枪，然后让露妮可以多抽一张，少抽一张。如果那一张抽起来又是一张大费，就有机会了。但没关系啊，我们这边至少有一张的超越，看能不能就是超越巴哈，然后斩杀。没关系，这是强牌，乱打都会赢，大概。
我不要啊！混沌行衣。那为了增加我的交战交换能力，我决定进化。打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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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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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什么很低费，然后攻击很高的、啊？哎，不是有一张叫做巨锤瑞士吗？哦，十费超越，完全做不了事。巨锤瑞士那一张牌啊，它是。如果牌队中有征服，然后就有机会抽到征服，还是他只会抽没有征服啊，然后看最高费。因为如果有办法进化到最全那一次那张牌，他就可以看他最高费，然后直接加体质，然后我直接开门，我就不用靠巴，我就靠场面就可以打死他。看起来是要浪游出来，诅咒的稻草人21，可以，很可以。哎、欸。那巨锤瑞斯是不是也适合啊？因为你看我进化点用完，然后开门。假设我这边只有开门降到第一 phase， 我直接进化，然后变成一个体质。诶、欸，这样是体质是77还是88？就感觉还不错哦。不要再给我混沌的行仪了，拜托。超越。哎、欸，神域法王，完蛋完蛋完蛋，场面！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前面那颗进化点该乱交了，因为我要留进化点给无名魔女，才可以做到无限的开门。哦，如果也是可以直接放上去，如果我无面的话，右手直接放上去开门，嗯，也有可能。巴哈超越斩了没有？他那么大只哎、欸，这个场面。484还要放变老鼠，哇哦！自己也会开始死哦，好难好难，这减14吗？我可以开松鼠吗？开松鼠可以开门吗？理论上可以对吧？开门然后赌下一次，看能不能再开一门，然后下巴哈，这到底怎么解啦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飞狗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一倍的超越，松鼠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完了。这样现在没有多伤，这样反而还少一伤。完了完了，乱打了乱打了乱打了，没有无面，没有无面。然后这边如果我留进化点，我就可以无面，好也没有没办法复制超越。你说今天赚到都是没办法，今天都赚到嗜血啊，旁边有弟弟也会活的，那还是会加，少一张。嗯，还有机会吗？再抽到一张超越，我现在开两门了吗？再来一张，再一张就好。然后复制无面魔女，然后开。不过这很像还要两turn哦。为什么不行吧？刚刚那就是单纯我打错。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这可以解。就赌这个，就赌这个了，就赌这个了。到底有没有可能呢？这两个合计。10倍以下，
我这个很秀啊！哦，不要再神月法王。拜托拜托拜托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。哎哎、欸欸，那我现在要吃啊！我可以打掉一张混沌吗？然后可以多复制一张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可以打嘞、欸。1、2，超越，开门，哇！然后攻击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怒你哎，我还可以怒你哎。怒你怒你怒你！哈哈哈哈哈！在干嘛？要打第一场，然后乱打，瞎鸡巴乱打，然后就成功了。赢了啦！努尼，努尼，塔诺西。冰喵老婆合起来，冰喵老婆有够强，叔叔你看，如果只带两张磨灭就不会来了，没有，是超越有来最后一张，太棒了，太祖算是一张，太有一张，和算账是对的吧？好，对，是对的，是大家说的对。Hello 花枝，陆可可以吧？他叫陆可吗？他不叫母咪吗？好的，前面抽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是说是全换找无面啊？哦，不用了，他自己来了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应该先打这张了，这张可以帮忙刷帧幅。那、嗯、什么东西啊？耶啦！怎么连续耶啊？怎么连续耶啦？哪那么多耶啊？你说我等等要开机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塞那个亚斯塔路的宣判，那你真的有可能塞到亚斯塔路的宣判吗？好啦，不管，我等等一定要先怒你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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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觉得完了吗？完了，我觉得完了。恶徒，卖渣，卖渣，卖渣，不，卖渣 ，no。怎么都是怒你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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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一起拿这套玩游色吧，我们用这个聊天室100多人去拼，然后让这套牌组，然后上那个优选，无限制优胜牌组分享，官方都吓了一跳。没事，他一回合打不死你，可是我的无面魔女必须要降到总技6费以下、欸，才有可能刷、欸。哎，你确定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无面之单单就可以直接进化，然后过了。对，只要有一张五面六倍以下就好了、欸。这是什么强牌？你要狠一点的话，可以把露尼。露尼应该是可以帮助刷啦，刷然后后面补血。我觉得露尼应该是还行。可是如果真的要把的话，要去放什么？放石头来砸吗？我不知道。目前都遇到好多野啦，好神奇。
只不过他没有抽到一啦。可是这个要拼的吗？要拼的吗？各位要拼的吗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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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希望他右手抱的那两张全部都是耶啦。哎、欸、嘿，我这边如果有可能暴毙吗？应该没有。他下三的，然后补两张一，三费耶啦补两张一，也顶多是七攻，然后再补三张零神父，顶多十攻，最扯就十攻，应该没事。三费懂懂。拜托，接下来就看无面了。无面到底能不能降到六倍以下？这个几率是不是60%？想请问艾莎今天去哪里啊？艾莎在地下室啊？没有啦，他应该在忙吧？他跟他的小的 boss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啦？哇哦，中大奖啦！我们要甩掉一张撒旦。赢了吗？赢了吗？开门！哎、欸！我被冻死！懂懂了！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再开一张。没事，当作没看见。我们有三倍的超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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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活着还活着。我们可以光靠怒凝就霸凌他啦，接下来就全部开掉就好了。啊，赢了啦！其实我可以全部开门，然后靠怒凝霸凌他就好了。怒凝凌虐术。哇，已经开蓝特蓝图了、欸，有点强，有没有呢？有了一费的，结束了各位啊，这个会抽牌。结束了世界。好啦，赢了啦，还敢投了吧？哎、欸，这套怎么感觉比平常的超越还要强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对，应该要先开一张超越，然后再开无面的。OK， 多刷一张，因为我手中可以降。啊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